与美国大联盟洛杉矶天使队，大谷翔平写下历史记录了，在对上光芒队的比赛当中敲出了完全打击。大谷翔就敲出了全垒打，天使队一开赛取得3-0领先，而这支全垒打也是他本季第8轰。紧接着下来三局敲出了2垒安打，5局三垒安打，7局再来一支1垒安打，完成了完全打击记录，也展现了二刀流的实力。NBA 总冠军赛第6战，多伦多暴龙在主场以114-110击败了寻求卫冕的金州勇士。好，各位观众，美国职篮 NBA 总冠军系列赛多伦多暴龙金州勇士第6战开打。在第一节跟第二节的时候呢，暴龙先是领先比数，第3节比赛两军仍是短兵相接，但勇士持续领先，第3节结束反而是超前分数。不过最终战暴龙以114-110夺下总冠军，这也是队史上首次的冠军纪录，而卡瓦内德更是获选决赛的 MVP。台湾好小子林书豪虽然没能挤进季后赛的轮替名单，但整个总冠军系列赛只打了51.7秒，但他呢仍是首位赢得冠军戒的亚裔美国球员呢、哦。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舞台上呢是非常开心的，举起奖杯尖叫跳跃。赛后呢，他更在个人的 IG 上 po 出开心揽着总冠军金杯的照片呢、哦，可见欣喜模样表露无遗。